想见你的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，阳光明媚的。表妹呢，早在前几天就收到了修女的邀请，说是教堂被重新装修了，是女孩子都喜欢的装修风格，所以呢就邀请表妹去参观一下。正好呢今天就是周末，咱们呢就一起去看一看吧。 Go go go， 骑上我心爱的小毛驴，我们一起出发去教堂喽。骑了半天的小毛驴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刚来到我就发现了，这个教堂竟然被改成了粉色的。天哪天哪，这也太梦幻少女心了，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去看一看了。走走走，我们赶紧进去。在道路的两边被铺上了一些灌木丛，摆了很多椅子，这些是嘉宾坐的。这些椅子的材料都选的是白色的，更加简约风，坐上去也非常的舒服。在这个视角观察教堂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，这个房子加上蓝天让我有一种错觉，这难道不是迪士尼城堡吗？简直要把我给美呆了。我们走上楼梯到教堂里面看一看。哇哦，这门口的台子也非常精致，摆放了很多鲜花还有植物。这门口摆放的板凳难道是留给小花童坐的吗？表妹先坐上去试试看。刚进入教堂，一股梦幻气息扑面而来，这也太少女心了吧。有位修女站在教堂的中间，每一把椅子上面都摆放了鲜花，还有很多的彩带。我发现墙壁上的壁灯也全部都亮起来了，散发着非常温柔的光。而且教堂的顶部也做了非常细节的改变，都挂满了透明的网纱，垂下来的样子非常好看。这个地板呢铺的是粉色的地毯。我们呢向修女走近，感谢她的这次邀请。你好呀修女，感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次的装修典礼。哎，这个角度的城堡有些暗，我们来给它调节一下阴影。调整到阴影5就可以了，这样的话阴影的笼罩更有氛围感一些。哇哦，不得不再次的感叹，这个教堂被改出来真好看。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天色都已经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夜晚的教堂是什么样子的。教堂上面的爱心发着微弱的光，粉色的墙壁在黑暗中显得更加好看了。现在是樱花的季节，空中飘落着樱花的花瓣，简直太唯美了。好啦，本期的参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可爱一定不要忘记点个关注点个赞，要不然下一次就找不到表妹了。我要继续骑着我的小毛驴回家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各位小伙伴们。